盘点最强兄弟辅助团。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你在哪儿呢？吃饭呢。和谁呀？哎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我在商场逛街呢，我看上了一个包，你给我转8000块钱好吧？那不用，我不要表。我不是买给你的，买给我自己的。喂？喂？卡住了吗？怎么回事儿？怎么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在干嘛呢，小兄弟？在搬砖啊。太辛苦了，回来吧。为了老婆更好的生活，辛苦一点，没事啊。不用干活。我媳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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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。电话吧，爷爷，您分得给您。哎，媳妇儿。看不出来吗？开飞机呢。小强学过，什么这机场说雇人嘛，招开飞机的，我过来试试。啊，不跟你说了，前面有探头，一会儿给我照上了。啊，挂了。加上全勤的什么补助啊，咋的不得干到2500啊？啊，回头再说吧，挂了。老公，你也太能干了。哎，别说了。飞到哪儿了？啊，到那个文化宫了。啊，不说了。老公，我也在文化宫，我没看见飞机啊。啊？你这飞机多快呀、啊？这玩意儿，这会儿都干到中东了啊！不跟你说了。机长，前方发现敌机。啊啊！媳妇儿，前面有敌机啊！我们这边的守卫手准备跳伞了，不说了啊！啊，行啊，挂了，跳伞了，跳伞，好了，挂了。听说你昨天去红浪漫洗浴了？没有啊，我昨天喝大香肉串了。打电话，赶紧的，看面接。打就打，怕你打的。喂，咋了？没事就不给他打电话了，二哥。滚、啊！别搁那扯犊子，问。啊，那个我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呀？别磨叽啊，快点说。滚、啊！我昨晚不是出去了吗？怎么了？这就信了吗？哎哥，咱下来刷呀、啊。嘘，我媳妇电话来了，稍微等一下。哎，喂，干嘛呢？没出去喝酒吧？没有，我在家呢。看电视呢。真假的？叫我声音听听。西安晴，19至29摄氏度；成都晴转多云，18至25摄氏度。换个台听听。22点，天天向上，星期六20点20，快乐大本营。再换。行多久，方为执着。思多久，方为远见。衡水老白干，喝出男人味儿。那你看吧，我先挂了。哎，好嘞，晚安。走着。干嘛呢？在加班呢。竟然背着我去喝酒。哎，没办法，要应酬。哎，头疼。辛苦了，先忙了啊。无尽红尘上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我媳妇，快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。哎，媳妇。啊。搁火车上的吗？这隧道太多了，没有信号。听说你在公司干啥？我刚吃了饭，
着急吗？出差吗？看看咱家手机支架啊，是三星的，外国的，下一代啊。别啊，老板说让我买个长白山，我现在往吉林走呢。就吃泡面嘛，你再买点别的。拿着了。那老爷们在外面吃，吃啥不一样啊？我媳妇能吃，那我媳妇，你只要能吃好就行。我跟你说，有人啥时候回来？喂，啥？后面什么玩意儿？哟，你别笑，不是媳妇。你五分钟马上给我回家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回不来你就死了啊。不是好十五瓶我干嘛去？到晚上没什么事，我去跑点外卖，送点外快。你一定要去喝酒呢。哎，我答应过你不会去喝酒的啦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去快超时了。欧阵红梅，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奔驰的香。老规矩，一人八瓶，谁别喝多，喝完回家，没毛病吗？没毛病。为我们的友谊，干杯！爷爷。我媳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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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媳妇儿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，爷爷。哎，媳妇儿。老公，你干嘛呢？看不出来吗？搁太空呢。有人。老公，你还是宇航员呢？那你寻思我以前跟你说以后为你摘星星、摘月亮，给你吹牛逼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上来一看不行。那个星星啊月亮太大了，带不回去，媳妇儿别要了啊，拉倒吧。老公，你开飞机的活不干了？那开飞机那活不行，那太颠呢。你再一个，那这工资开太少，2500块钱，这个起码得5000啊。老公，你也太能干了。哎，行吧，别说了啊。哎，那你月球怎么有信号呢？啊，我不拿那个。带路由器上来的吗？拿好的路由器，六个头的，信号杠杠的。啊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这手机快冻没电了，太冷了，这个地方啊，太冷了。哎呀，说那个。小队，小队，收到，请回复。啊？收到，请讲。那个飞船打不着火了，你来看一下。啊，行，我过去看看去啊。不跟你说了。小队，你还会修飞船呢？哎，那玩意儿这不。你爸那会儿那四轮都打不着火，不也是我修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都一个逼味儿啊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那个我修飞船去了，一会儿就这掉下去了，再给咱家平房再砸了啊！不跟你说了，媳妇儿挂了啊！老公注意安全啊！那行，挂了挂了挂了挂啊啊！哎，好了，累死我，锁都锁了，十五瓶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记得关注再走哦。